哎呦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N Channel。现在我们人在这个东京巨蛋，待会准备要进去看我们的亚冠赛，台湾第一场比赛，中华对上日本队。今天就属于这种一日球迷啦，然后也来趁机参观一下日本东京巨蛋的这个主场。东京巨蛋球场呢，其实在日本隶属于这个读卖巨人的主场。对。然后读卖巨人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球员就是我们的杨代刚，虽然他已经离开日职两年，但是大家应该认识的就是他了，真的很厉害。最熟悉的台湾原住民，原住民之光一定是啊，跟我一样。你光在哪里？光在屁股吧。口袋光光。哇强！我们差不多进去哦，然后再拍一些里面的东西给大家看，然后希望今天呢中华都可以旗开得胜。Let's go。哇，你的船越进来啦！进来了，进来了，好巧！哎，这很漂亮。琪琪，哟，哇，自己长大了。大哥，自立自强，我去逛一逛，拜拜，加油！相机不要弄丢哦，拜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我自己的时间了，先来拍张照。耶！好，现在经过他们的食物区、贩卖区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卖热狗，卖啤酒，卖汉堡，应有尽有。我自己在网络上是有看到了，因为这是他们，东京巨蛋其实是读卖巨人的主场嘛。那其实每次在读卖巨人比赛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个他们固定卖的巨人汉堡，特定期限会卖的，但是今天就吃不到了。我去看一下自己喜欢吃什么，然后就买来吃吧。哇，这边球场真的很壮观。先买吃的，我买个热狗好了，简单吃一下。接下来我就要赶快去找一下我的位置，看一下我的视野好不好。经过一番波折之后呢，刚刚我要买热狗跟啤酒，结果球场内餐饮店是完全不使用现金的，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。还好我刚刚讲过了，我在前支影片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卡，它是就这个西瓜卡，有没有看到各位？西瓜卡也可以使用，只要储值有绑定信用卡就可以储值进去。我刚刚就是用那个付款的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我不会饿肚子了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就要去找我的位置啦，各位。Team Taiwan， 台湾加油 ！OK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终于找到我位置了。我6000日元买的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位置。虽然说我旁边现在球迷都还没来，我算是提早到了。这个位置，哇！不错啊，这个位置完全就是非常好欣赏比赛的位置。他们这里的位置其实就是一个从高到低一路斜下去，刚好我正前面，哎呦，好像就是啦啦队的地方哦。哎，有吗？我也不确定，还是啦啦队在那边，不是在这个绿色草地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等一下开场就知道了。好。我这边应该是日本的区域吧，但没有关系，我好像买错了。不过我还是会在这里替中华队加油的。他们现在在慢慢的整理场地当中，因为这也是一场国际赛事，所以现在看到现场的人员，大家都很积极的在做自己的事情，也辛苦他们了。那我们待会比赛就替大家加油，就是我们亚冠赛这次的选手名单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！哇！邱志成，帅呢，可以哦，今天来给你加油哦。好了，期待这场比赛。而且我真的觉得，其实在日本啊，日本棒球也是他们的国球的一部分了。我现在完全感受到的气氛就是一种大家对国球的爱。我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看球，然后很多年轻的，哎，等一下先给大家看好看的日本啦啦队来了，来了！大家对运动一定要继续支持，不管是篮球、棒球，或是任何运动，好不好？一起加油！我也是爱运动的，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啦啦队。
快了吧。不得不说，这日本队大家一起应援的这个气势，真的还蛮可怕的，蛮猛的。第一局大家准备要开始喽。哇！哎！哇！但我还是想讲，坐在位置有点尴尬。然后左右两边的人都在讲日文啊，对，刚刚他们被接杀，他们的反应是唉，然后我是拍手，所以也是同个地方两样情啊。现在四局结束，还是0-0，还是没有一队拿下任何一分，要继续加油了。七上被打了一支全垒打，我只能庆幸我没有在日本那边，不然我刚刚应该蛮尴尬的。然后日本队现在加油的声音越来越大了。这就是他们的气势，太强。比赛结束啦！
到的副总。亚冠赛台湾第一场对日本4-0输球了，那没有关系啊，以我这个一日球迷来讲，我觉得这次看整场球赛，我会觉得球赛内容蛮好看的，因为前面都处在0-0的状况下，投手武林瑞阳虽然说被打了一支全垒打，但我觉得他前面真的丢得超好的，没有让对手拿下任何一个安打数，所以呢，今天主要来体验一下日本的野球文化，今天真的是震撼到我了。他们的应援真的是那个强度，就算我坐在内野，但是外野的应援那个声音直直穿透到内野我的心脏这边。最后还是要给两队选手一个最大的鼓励啊！日本真的很厉害，最重要的是看到台湾来应援的啦啦队啊、应援团啊，他们真的是不辞辛力，就算输球落后，还是用自己最大的能量还有声音去为台湾选手加油。所以呢，也希望我观众朋友们，你们也要好好的替台湾选手加油，不管有没有机会来到现场，那我们也是可以在电视前面好好关注棒球，然后好好关注运动。那影片就到这边要结束咯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分享、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是念成，下期见。